林晓松只是一个跑腿的，他拿到总书记硬盘，他想怎么样，他能怎么样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背后有别人？按道理来讲的话，林晓松他根本就不认识你，而且更不可能知道这儿。那么他怎么用那么短的时间进到这里，而且还打开了保险箱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会所里有内鬼？林晓松，你先别动，我告诉你。 你一定要信用我，才会讲信用。把我要的东西交给我。钱守成和国安局的人都在抓我，我要这辆车。成交。